你是镇江是吗？对呀、啊。镇江是什么的？在江苏省。江苏哦、嗯。和那个云门师兄是在一起的。哦，我知道云门镇。镇江，你们那边学佛的很多是吧？学佛。学佛的团体啊什么？哎，现在还挺多的。哦，我听云门不是说他们在那做书餐馆啊，还是？嗯，雨花斋。啊，雨花斋还做吗？现在镇江有两家。啊，有两家哦。就免费给一些老人啊吃素餐，嗯，雨花斋做的挺好的，好像全国好多连锁，现在好像有500-600家的是吧？对，嗯，他们真的是好大气呀、啊，好是啊，作为一个人的好大气，而且发心也蛮好，蛮大的，嗯，是不是？很多人以为也不施啊会穷，从来没相信佛说的。觉得我不收费，我这个雨花斋怎么经营下去呢？很多人会有这种顾虑。如果真的信仰佛法所说，肯定有人帮助。你看现在反而是越来越多。对，嗯，如果你仅仅算计那种，算计我今天挣几个钱，明天那些书餐馆全倒闭了，大部分。不要想太多。不是想太多，是我们发心师父给。当你发出那个心的时候，你的行为身口意是否跟他一致，嗯，真的在做的过程中是否一致，嗯，那我忘了雨花斋是谁发心，但他那个发心发完心以后，他比如那个老板操作的时候，他确实是我不计较他可能有钱或者是什么，就算我相信这个有钱没钱算多少算个有钱呢，是吧？也许这个人觉得我现在我只有20万-30万，我能撑几年，撑半年6年，哎，6个月我能够写，如果6个月以后再说了，是吧？也不可能说他有多少，有钱的人还投资大，投资别的事情也不见得多有钱，所以他只是那个发现，就说你活着，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觉得做这件事他愿意做。我们总会想到要做很多事，但是这个人或我看到我可能我没有办法去那么多钱去捐这个捐，但是现在最起码物质已经到达这个程度，就像我们在家里想吃啥吃啥的时候，是有时候真的会想到这个世界还有人在饿肚子，还有人就是说今天晚上没饭吃，当我们吃了剩下那个不知道倒在哪里的时候，也没鸡没狗没猫的时候，现在狗跟猫也不吃，就想着这个世界还有人真的是饿肚，那个时候可能有的你就会发现说我做不了太多在这个世界，我是不是能做一个食堂，能做一个素餐馆或者是什么，让大家在能够有一些没吃饭的人在这能吃个盒饭或者是什么，我觉得这一念就真的蛮伟大，嗯，就是一个菩萨心，就是那种菩萨的法心，这一念，然后呢没有计较，我能撑到多还算多，说走不下去我再说了，走下去就走下去，谁也没想说我能不能走下去，嗯。但是只要你是利益别人的，能够考虑别人的角色，一定会很多人参与进来去走下去。他就像个接力赛，没有人会，有很多人愿意利益，因为我们的力量不大。你说做轰轰烈烈多大的利益众生的事，有时候做不到。但杯水车薪啊，举手之劳，很多人还是能做到。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，有食有粮食的出粮食，有米的出米，有菜的出菜，他怎么可能走不下去呢？目前中国的物质丰富了，我觉得免费的这些素餐啊、素餐厅啊什么这些是可以做的。就是很多人我没钱，但是我家里有粮食啊，我有米啊，我捐米啊、捐面啊、我捐菜啊，是吧？那我这3袋米、1袋菜也会很多人跟很多人接触善缘的。嗯，那就是凡是吃到这些菜的、米的，都是跟我是善缘。就是我们这一生是不是，我是想的是其实做不做这个不做，重要的是这我们活了一辈子，大家都是修行人，我们是否有一念想到了别人的苦难，而不是只想自己的，从来就想着我多苦啊，我多难受啊，我在这个世界没价值感，我还没成就感，我还没结婚，我还没生子，我还没老婆，我还没老公，我还没我以为全是我，是不是？我好烦啊，我好快乐啊，我好像今天比昨天好，永远你想过一点点没有为这个世界的众生是什么样子，就说你要为众生想一点，众生才会为你想，你从来就没有这种想法，你坏不过啊，是吧？你能为众生，你一想到就是我这么渺小，我能做什么呢，就把自己否定了，是不是？
但是真的有机会让你做的时候你也不做，说句老实话，你那一刻你也很多贪嗔痴慢疑纠结在里面。平时吧，我们说哎，我们说哎，我没机会做，我也没啥，我没机会，但是真的做的时候很瞧起很多想法。嗯，就是我们经常偶然觉照一下自己，偶然觉照一下自己，你就会在这个菩萨道上走得很顺。就像雨华在这个，我觉得其实重要的不是，其实吃饭的那些众生真的缺那餐饭啊，就到我们就说给他们一个盒饭能帮到他们多久呢？你真的能帮到他这一辈子的幸福吗？你只不过解决了他今天中午饿肚子的问题，或者是他根本也不饿，他就是在里边蹭饭，或者是他就是这个人可能就是不爱工作，懒懒的，他就不上班，他就在你那儿吃饭，也有这样的人啊，我告诉你。但没关系，最主要是那发心的那个人，他想做，他觉得做这一件事，而且也没觉得这件事多伟大，他也没觉得这件事在这件事里边显示一下自我的价值，显示自我的存在感，显示一下自我的成就，他没有这种想法，是这样就能做成。如果你说哎，我做一件事我在里边好有成就感，我好有价值感，我好，那还是自私的，那就不是菩萨。嗯，菩萨所为就觉照之心，但是不是说一开始做事就让大家要求大家放下那些，但是不断觉照你就可以做的，在做每件事觉照，做个素餐厅去免费给大家吃饭，其实这不是一件多大的事，有很多人有能力做的，但是有的人做了，有的人永远不会做，今生不会，与有钱无钱一点关系没有。说句话，有的人真的是，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一管，有些弱者，有些在路上流浪的，在路上要钱的，可能他们真的是有的确实是骗子，有的是懒汉，有的就可能是残疾人，或者有的是这个社会的弱者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有些人在自己举手之劳的时候帮到这些人，因为他是同力嘛。那从佛学的因果，可能他就是那个报来了，或者从社会学，从很多世俗的角度说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在那才，你看这微信上才议论啊，可怜之人他就有可恨之处，里边的大部分是骗子，很多人在不停的说，但是有人在默默的说，有人不说，什么也不说，他也许是骗子，也许这些东西他不是不懂，是他吃饭了吗？今天晚上他挺饿的，我不管他是骗子是什么，他此时此刻他活成了那样子，好可怜。这个可怜不是说他同情他，是觉得当下就算他是个骗子都骗得可怜，就骗成那样，你看为了当骗子就那样子，也这一天那样子饥寒交迫的爬在地上，就觉得他怎么能无名到如此地步，为了骗这两块钱五块钱竟然一天把自己糟蹋成那个样子，活得低声下气，是吧？作为一个人啊，那都尊严面子全部扔掉，那就可怜嘛，可怜的是他的无名，不是可怜他没饭吃，有时候是可怜他无名，真的脑子不转，是吧？而且不懂因果。Thank you.